这个剧组跟院方，跟这个三方要达成一个清楚明确的文字上的协议，说如何进行，然后什么可以，什么不能，这样子的话，双方都好，并不是反对剧组进来，拍片，但是要有一个明文的规定，也是想要呼吁拍片的人呐、剧组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尊重每一个我们借的地方，而不是每次借了一个地方，你把它弄乱以后，下次人家就不愿意借了。如果侯孝贤要来拍片，乐声疗养院也要拒绝吗？其他相关的承建人导演来到乐声疗养院拍片，他们也要拒绝吗？今天乐声疗养院保留下来是属于全台湾人的文化资产，乐声疗养院的权责是管理而不是禁止，当然更不是放任。乐声三方共管，租金专款专用，租金专款专用，乐声三方共管，乐声三方共管，租金专款专用，租金专款专用。那在缺乏文资专家，在乐声院的王字形大楼，也就是阿公阿嬷跟我们同学手上拿着照片的所在地，我们发现有剧组在乐声疗养院拍戏，但是他却对他做了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使用。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上面，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斑驳的一个油漆的状况底下，他对这个历史建筑进行了粉刷。虽然现在你再去拍，它已经全部复原成白色，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现场的器具非常杂乱，使用的油漆也是一般的油漆与一般的松香水，那这样子的现象不是第一次出现的，绝对不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觉得蛮忍无可忍的，希望来到乐声疗养院的上级单位卫生福利部澄清，要制止这个现象，以及建立一个正向的循环。为什么乐声疗养院不适合做这样子的粉刷？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听，去年也有某电视剧组在这边拍戏，乐声疗养院从日本时代留下来的窗户，它是可以自由拉动的，那里面有需要有一个钢丝轴线，你用油漆的话，其实就会把那个线堵住，让那窗户没有办法上下拉动，也就是说可能剧组不是恶意要破坏，没有人恶意要破坏，工人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在缺乏文资专家以及院民代表的监督之下，这样子的惨状就会发生。乐声疗养院已经是一个缺乏经费来维修，政府已经没有善尽维修跟保护的责任的一个地方，结果今天剧组来这边拍戏，乐声疗养院依然是缺乏管理的一个责任跟一个他自己的意识。乐声疗养院他对于剧组拍戏不是完全放任的态度哦，剧组有跟乐声疗养院报备，也有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油漆好不好，据我们在私下访问剧组的结果，剧组说乐声疗养院跟他们说可以这样使用，只要事后把它漆回白色就好，这样是符合一个文化资产保存的原理原则吗？这样有经过专家审核同意吗？我们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是乐声疗养院一天跟剧组收取10000块的租金，那这个租金它是不是有回馈到乐声疗养院的建筑整修上面呢？其实完全没有，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卫福部修缮乐声院，他们给我们的回应都是没钱没钱没预算，那你一天跟剧组收10000块，为什么这个基金不能存起来作为修缮乐声疗养院的使用呢？不然你如果叫人打拼，你有当时你叫人你来跟我们珍惜，有的人跟我们珍惜，有的人就会跟我们珍惜，这样吼冲到那乱七八糟，那个骨质就都冲坏去，这样。如果捷运完工的时候，这样就没什么会好看，我感觉这样真可惜。希望说我们的卫福部，希望我们的政府，是我们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重视这点。那时候因为2005、2006年已经有在参与一些乐声的，在乐声举办了一些声援的义文活动，所以就很理解说这块土地这块地方对阿公阿嬷的意义跟对全台湾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那时候要拍片的时候就很坚持说我们一定要跟着制片组去跟阿公阿嬷自救会拜访，然后拜访说我们要拍什么，我们要使用的场地是哪里，我们会做怎么样的移动或者是做怎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沟通是一个很正向的，因为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阿公阿嬷也会跟我们说这边以前是怎么样，会说很多事情给剧组听，那我觉得这对剧组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就更理解这个地方，也更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地方，也不会去做一些无谓的破坏这样。那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机制应该要建立，而不只是说我收了租金然后我什么都不管，然后你们就弄，然后弄了以后只是把它漆回原来的，那个都是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维护这个地方的
方式。那因为当然剧组有好有坏，也不能一竿子打翻全部的人说啊，剧组都是不好的，都是不愿意这样子。因为也有很好的例子，不只是我，还包含比如说林志儒导演或陈建仁导演，都是很好的在维护这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拍片。所以我真的要呼吁，不只是就是也是想要呼吁拍片的人啊，剧组的人，我们要好好的尊重每一个我们借的地方，而不是每次借了一个地方，你把它弄乱以后，下次人家就不愿意借了。那另外也是想要呼吁全责单位说，怎么样赶快建立起这个三方共管，然后让阿公阿嬷也可以参与，然后真正落实一个监督的机制，然后看怎么样有一个良性的沟通。因为我们也不只是在乐生院拍片，也有在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拍片，我都觉得这是应该要一起建立起来的一个机制。谢谢。那现在就是这个出借呢，已经发生了一个很不好的状况，也就是说，卫福部作为主管机关，不愿意监督跟负责吗？没有，但卫福部希望我们会督导乐生疗养院依照相关的管理规定跟使用要点，需要追求赔偿的话，或是他扣留保证金的话，当然是会做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的是特别的管理规定来维护这个古迹的空间，以后能够有妥善的使用，而不是一般的这个管理规定。那你们会不会借一个会议室出去，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再研议一下。所以可以签这个公约吗？这个公约的精神其实就是说，应该要重视乐生疗养院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然后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比较妥善的管理跟维护，而且是在使用之前就能够有一个注意。有关乐生疗养院，好，我跟各位媒体报告，就是乐生疗养院因为回应这一次的乐青的诉求，他们已经同意就是暂时将这个历史建物暂都不再出借了，而且基于特定的条件，譬如说，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建筑物跟文化景观，为了维持它的完整性，第二个还要注意到院民的不要打扰院民的平静的生活跟它的交通动线，还有一些这些条件之下，所以除了这些原因之下，它已经都暂停出借了。他针对他所谓的这次的所谓的租金收入，也是依照国有财产法的规定，这些都缴入国库，也不会在院方，所以这些要让媒体大众跟热心人知道。我们今天的诉求不是暂停租借，是有一个妥善的三方共管，然后租金也必须要公开账目。你这样根本没有回应我们的诉求。今天我们有导演来到现场，那是不是你亲口跟他说，以后他要借他也不能借呢？陈信宜导演是台湾非常优秀的导演，他的行者到现在还在热映当中，他现在就是一个优秀的年轻导演，他在乐生拍过片。那请问，记得我们以后是不是这样子的导演来借，你也不让他借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刚才已经回应过了，说基于几个特殊的情况考虑之外，都暂停出借。那说您说的严厉办理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拜托，我们今天老人家严厉办理就是严厉办理啊，就是说需要强化，我们就来强化，这应该是可以没有。那今天为什么不能够承诺说是由文资专家、主管机关跟院民代表一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公约的精神，你同意吗？我们没有太多详细乱七八糟的规则，就是这两个原则，你不能同意是吗？回应了你们的诉求了，好不好？你已经回应我们的诉求了吗？但是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所以下一次就是监察院调查的场合见。不好意思哦，今天你没有能力好好管理，我批评你没有好好管理，结果你就宣布你不出借场地，这是一个不对的做法。乐生疗养院的管理单位是乐生疗养院，是卫福部，但是其实它的资产属于全民，你不应该因为你自己能力缺乏、你自己的专业的缺乏，而让所有的优秀的导演都没有办法进来拍片。今天乐生疗养院的文资地位是历史建筑与文化景观，不是古迹。大家都知道柯市长柯市府他在松烟巨蛋案里面，他控告远雄，控告的是什么？回损古迹，因为烟囱出现裂缝，因为地板出现裂缝。乐生疗养院看的那个新闻其实是非常非常心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历史建筑与文化景观，不是我们价值不够，而是当初新北市政府故意留了这个后门，新北市文化局不愿指定古迹，等的就是这一天。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去法院控告，可能也不一定得到一个良善的回应，因为我们没有被指定为古迹，在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分类里面，我们只是历史建筑与文化景观，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完善的保护。但是我们相信监察院与法院应该还是会审酌这样子的情节，做出适当的调查与裁罚。